老店劫业的消息接二连三，李间在观塘经营近十年荣获米芝莲荣誉的老水店都决定暂别一班食客。鹅肠啦，呢啲特别啲啦，咁我哋可以一次食三碟嘅，因为好味嘛，一个礼拜嚟几次嘅。手起刀落，一切一起一放，一道色香味俱全嘅招牌菜卤水拼盘就出现啦。除此之外，种种菜式都令老板引以自豪。招牌菜多咯，一系系咪啊？人人都话南乳煲鸭啊，鹅片啊，澳鹅啊，鸡脚筋啊，我哋系另类嘅。出面是沒有的，啊，我們都20年了，我們不停地去研發、去研究怎樣做得更加好。我員工他那些澳鵝包的糊皮我們自己包的，他能夠跟我說，他說老闆你知不知道，我都讚我們，我們這些澳鵝很漂亮，在美食坊很多人讚的。牆上星光熠熠，很多名人都在這裡影相留念，可惜店鋪最後都是難敵經濟環境，決定暫時關門，遲些等機會動山再起。本來都不希望結業的，很多員工都幫了那麼久，但是問題出現就是，業主那方面又不肯減腰，是不是？那你食材又貴，人工又養得那麼緊要，其實我很坦白，我們這裡開了9年了，是不是啊？在偶年呢，如果來說我的員工有些都幫了我那麼久了，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的，是吧？休息完後要重新來過起步，是吧？再去 做得更加好，因為 我做事我比較要求的，如果你更加好，你就更加進步，更加贏，是吧？可以開大間一點，有位坐就可以了，我們一起去的了。